又得到队友的这个火力支援啊，所以也拿到了他本季的第五场胜利，所以呢就是单场 MVP。 那我们就来看现场的一个颁奖是谁，好多声音，好，恭喜，也就是今天的优质先发黄子鹏老虎，恭喜。好，今天邀请到颁奖人，也就是我们日隆一系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主管易森，来帮我们颁发今日的 MVP。 而且今天呢，日隆也特别准备了一台英巴的要送给子鹏，恭喜。那他们准备是家用型 H20B 的体脂计，我们看前方起来合影，让我们子鹏可以随时掌控身体的状况。再次谢谢我们日隆一汽股份有限公司，谢谢伊森。红尘从来不曾变掉，功成名就未来也会保持低调。你们懂得，他们正在为谁尖叫。好，再次恭喜子鹏，恭喜你拿下今天的 MVP。今天呢，子鹏的比赛啊，主投了七局，投球数呢为97，而且零失误，拿下今天的优质先发胜投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，我们今天呢对战的是本季球队战绩统计排名第二名的对手，那么在开打前对于今天的投球设定有没有特别的不一样，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吗？没有特别的想太多，就是照教练团还有明勋的配球去走，就是尽量让自己简单一点，简单，然后做好每一场的准备，对不 对, 对, 对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上半季的球季现在已经进行到中后段了，那你针对自己本季的表现，如果要给自己打分数1到10分，你会想要打几分？我不会给自己打分数，但是我给我的队友打100分。100分，1到10分打100分，掌声鼓励，破表超级高分。好，超会讲话。那么我们知道周末嘛，就是非常盛大、非常期待的动子趴。那是不是来邀请所有电视机前的十号队哦，还有所有我们在现场的十号队，一起呼吁大家来进场同乐，然后进场帮桃园男儿加油呢？对，对，加油！是不是要来？要来加油，动子趴加油，动子趴加油！你们要帮子鹏加油吗？要，一定要，也要帮所有桃园男儿加油。好，再次恭喜我们子鹏拿下今天的 MVP， 恭喜你。接下来邀请子鹏来，我们来签个名。集美吗？集美吗？这个音乐是不是要擦一下玻璃了？接下来子鹏擦玻璃了。集美吗？现在和我一起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让我们一起擦玻璃。